小朋友拿着水枪在喷水池内打水战，气氛相当欢乐。位于三重区吉祥街的清水公园，原本荒废两年多的喷水设施，最近在新北市议员李坤城的争取下，三重区公所终于完成修复，让小朋友在炎炎夏季里多一个清凉消暑的游乐场。可以跟大家这样玩水枪、打水仗，很开心。新北市那甚至三重吼，这个没有几座真正的清水公园哈，那所以在吉祥街这个清水公园是很难得我们三重的清水公园哈，那所以我们希望啊能够把它保留下来，那甚至在这一个喷水系统上面做更多元化的一个变化，好让这个附近的小朋友甚至邻近的地区的小朋友都能够来这个清水公园玩哈。由于喷水设施的管理维护较困难，三重区公所原本要停止运作，打算改建为亲子游戏场。但修复后看到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认为还是有保留的必要，目前已加派人力负责维管及清洁工作。公所大概上礼拜修复完成，那今天看到这小朋友来玩很乐意很高兴哦。那我们区长跟乐观启程，以后维管的部分在公所负责，那公所因为现在有那个水电开口回的厂商维修，清洁部分也是公所维护。清凉的喷水设施即日起重新对外开放，于每日下午3点到7点每半小时喷水6分钟。李坤成表示，若游玩的小朋友众多，会在警公所延长喷水时间，希望小朋友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卢伦宏采访报道。